年度感恩庆典现场，栗子酱想死你们啦！怎么样？看着全新的舞台，还有栗子酱刚才的表演，选手们都还满意吗？栗子看着大屏幕中的年度回顾，真的是感慨万千呢。回顾了过去，当然也要展望一下未来。鱼头和阿伟已经给选手们准备好了精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各位观看年度感恩庆典的选手们，鱼头我想死你们啦！选手们好，我是阿伟。虽然现在离过年还有段时间，但阿伟我在这里给各位选手们拜个早年，祝选手们心想事成，学业进步，工作顺利。哎，瞧你这话说的，我们现在这年度感恩庆典就不算过年吗？而且你说的这些都老掉牙了。 鱼头，我在这里祝各位选手们典藏单抽出终极奖励，比赛每局都是 MVP， 四元战场，速通地狱。这些确实中听哎。那阿伟，我也借你吉言啦。不过说到抽奖，阿伟啊，如果你能穿越时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穿越时空？鱼头，你该不会是因为之前抽卡保底了，所以想要靠时光机回到还没抽卡的时间再抽一次吧？ 哎，鱼头，我有这么肤浅吗？我要是有时光机，肯定不会只盯着眼前的奖池啊。说的也是哈，鱼头肯定也有更重要的事情，当然是回到更久远的过去，抽以前那些我没抽过的奖池，抽个全图鉴才对呀。嗨，这不还是抽奖池吗？人总要有抽卡收集的梦想嘛。虽然不能自由穿越时空抽想要的皮肤。 今年过年的时候，鱼头我也会给选手们准备一个特殊形式的返场。特殊形式的返场是什么样的？哈哈，鱼头我不告诉你们，我就知道。哎呀，既然聊到了抽卡，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可以抽卡的游戏了。阿伟，你喜欢魔术吗？给你看点好康的。魔术？今天是机动都市春晚的话，你要来当刘谦机动都市分钱吗？阿伟，你看我手里的是什么？海苔。
你这不行啊，怎么表演节目还带零食啊？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急急如律令 QQ 牛力肌肉，看练出来了。平安京的式神，你是拿海苔在抽卡？抽卡就算了，为什么是海苔啊？我看你还是不懂哦，阿伟，你看这是谁？鱼丸。这个是谁？小金鱼。对了嘛，我愿称之为海的味道。我知道，怎么玩这么老的梗啊？还有不许吃你的式神啊。嗨，弹幕都在为我的魔术表演欢呼呢，我来读一条啊。我恭喜你精彩，芋头别跳了，等那个男人回来，超市里就又都是他的声音了。每次打开拼手气红包的时候，想必大家的心情也和抽卡一样吧。碰巧芋头我刚刚跳舞的时候，手上不知道为什么多了几款红包。明明就是你提前准备好从兜里掏出来的。这几款红包的封面上似乎都画着中国传统民俗中的经典形象，彼岸灶神，还有就是麻将。我去，我喜欢麻将。 Oh my people, oh my people。 嘿嘿，鱼头别跳了，在直播呢。然后来看看弹幕在刷什么。哇，感谢雨同学手中的火箭啊。什么抽卡？那我也要现场抽几个幸运选手和我一起遨游太空。雨同选手为了我们接下来的航天主题赛季还真是拼呢。这是东汉末年，我们穿越到了三国时期，我们不是在往未来穿越吗？怎么突然又往回走了？未来的主题怎么能叫往回走呢？好好好，那抽卡呢？这跟抽卡又有什么关系？这你就不懂了。我告诉你，阿维，说三国演义，自然就会说到刘备。对的，说到刘备，我们就会想到刘关张三兄弟。没错，刘备带来了桃园三结义。在我心里他是神，这么个神呐、哎呀，今天聊了那么多和抽奖有关的东西，想必在座的选手们也都摩拳擦掌了吧。难道说今天我们的感恩庆典直播现场也可以抽奖？没错，各位在机动都市游戏内观看直播的选手们，在屏幕右下方出现弹幕抽奖后，点击一键参与按钮就能参与抽奖。这次的奖励都有什么呢？我们会在抽奖环节中为选手们送上闪卡和 S 加外观自选卡等诸多奖励，选手们千万不要错过啦！哎，阿伟人呢？节目还没结束，你怎么就跳板去抽奖啦？给我回来！使い慣れた武器ではありませんが、やっと馴染んできました。谢谢鱼头和阿伟，欢迎选手们回来。鱼头在节目中透露的信息，不知道选手们能 get 到多少呢？不过难得的年度庆典，只有鱼头的爆料，似乎还是有点不过瘾呢。所以栗子酱又请来了开发组的成员们，快来看看机动都市一年一度的策划面对面，听听策划大佬们都有什么想说的吧。使い慣れた武器ではありませんが。Hello， 欢迎回来，我是你们今天的前线侦察官九重。那么在今天我们年度感恩庆典之际，我呢接到一个神秘的任务，就是要探索我们的策划办公室。もうやめてください。我非常简单粗暴的，就是去搜集线索卡。那每一张线索卡呢，会取代我们目标策划工位上的某队员。有没有机会？这不就是之前我们去年说过的一个小鲁班的亚瑟模型？没想到我是第一次看到手还挺大的嘞，这个颜色跟我的手卡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会不会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第一份线索卡呢？看一下，上面是个蓝白色的机甲模型，去找一下啊。这个办公室有点大，我觉得演播厅的导演们应该不至于会太为难我们。按照寻宝的思路，我们先从办公室的第一举列开始找，从这边开始吧，好吧。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哎，这是不是你的模型啊？那你就是肯定是我们今天要找的第一位策划老师了吧？可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介绍你的工作嘛？
Hello， 大家好，我这边是负责营销的同学。那大概就是大家平时会看到的，像什么 B 站呀、抖音啊这些社区的自媒体，然后以及我们以前的这些联动活动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达人合作，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些鬼畜视频啊，这些基本上是我们来负责内容。哦，都是出于你们之手是吧？差不多吧，差不多吧。OK， 那么新的一年，想知道我们营销方面给大家会带来什么惊喜呢？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日常其实是非常关注大家玩家朋友们的意见的，就是无论是在这个社区平台的这个评论区的发言，还是说这个账号后台的私信，还是游戏内的这个公屏的发言，我们就是每天都会一条一条去翻看的，都把玩家放在心里。对。然后，其实这两年呢，大家关于这种魔玩手办的呼声是比较高的，相对比较高，是的。然后我们也是去找很多品牌方去进行了这个洽谈和沟通，利于呢方便透露一下吗？那既然今年是周年庆，我就跟大家爆料一下我们这个目前已经谈好的、嗯、对，就是可以跟大家说的是我们会在2024年的时候去跟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国模品牌魔兽会达成合作。魔兽吗？确定？已经达成合作了、嗯、然后我们会在2024年的时候、对，也就是今年的这个也不告诉大家具体时候，就是今年会上这个具体内容，是一个双向的合作，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大家所期待的实体的内容啊。对，推广时间呢还没确定，也不是没确定，是可以大家后续持续关注一下小李子在各个社区平台自媒体的爆料。翻译一下就是我要先卖个关子、哎、先不告诉你们。那既然不能说，至少要给我们说一下下个线索吧，有吗？在你们这边有吗？线索的话呢，我好像似乎今天收到一张很奇怪的照片，这个我好像确实有点奇怪。能说在哪里吗？有见过吗？我自己找一下吧、啊、走两步。是一个章鱼下面还是个橙色的机甲，你去看一下，这个配色还是挺明显的。谢谢老师。第一局列是走完了，我们去看一下第二局列吧。我觉得寻宝的思路是这么没错的。橙色啥呀，还蛮多这样的橙色的。逃げません。找到了。哎，这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橙色机甲和小章鱼啊？もうやめてください。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老沙老师吗？把麦给你。谢谢。那既然是老朋友了，就不做太多过长的介绍了，自己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老夏，我是负责机动都市次元战场的关卡内容的策划，而在我旁边那位呢，是负责次元战场的程序老师。哇，所以这边都是有次元战场的老师哦。对呀、啊。那就先待会再来讨论你们，我们先讨论一下老夏老师。最近都在忙些啥呀？最近都在进行新内容的开发啦，就是我们第二章的内容。然后前段时间刚把组队上了，应该都还行吧。还行，肯定行。那么关于我们功能更新，有没有什么可以提前跟驾驶员们爆料一下的？有啊，不过话说回来，不知道大家在次元战场的体验怎么样呢？喜不喜欢我们的狙击怪啊？喜欢。我们组队有没有刷够啊？刷了。没刷够的也没关系，我们第二章的内容将会在春节和大家见面。那说回第二章啊，可以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第二章的内容。我们第二章的主题呢，就是异星战场。我们的选手需要在一个神秘的星球上和一些异星文明、异星怪物进行作战。到时候我们会有新的场景、新的关卡，还有新的怪物。然后说起怪物，我们来程序大哥这边看一下。哎，这就是我们开发中的白魔，来。是白魔的形象，但是好灵动啊，这个东西，好可爱。那么程序老师有什么可以跟大家浅谈一下的？大家好，我是负责次元战场开发的一名程序。然后虽然现在我们次元战场还处于测试阶段吧，但也收到了很多玩家们的积极反馈，然后也在此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各种反馈吧，然后也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我们，也请大家继续期待我们次元战场后续的开发。那我们就先狠狠的期待着一波。那都到这个份上了，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的下一条线索啊？火，那藏起来了是吧？看一下下条线索是什么呢？摄像机能看一下。我觉得这比较像女生该有的东西，
该说是小黄鸡还是小鹰一样。那先谢谢老师的掌声，谢谢啦，加油工作。好嘞，思路是有了，肯定是个女生的办公桌，所以我们就优先去找一下女生，女策划师们。这边有手办的人不多，我们去看一下手办比较多的工位吧，像下面会高一些。逃げません。使い慣れた武器ではありませんが、やっと馴染んできました。哎，这不找到了吗？你看。对标一下，原来是那么大，我以为是很小的那种小小手办。哎哎，果然是个女策划。老师你好，你就是我今天要找的人对吧？老师是不爱说话吗？是不能说话吗？哦，行吧，哦，是个比较腼腆内向的老师。那既然不能说话，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可以是吧？游戏相关的爆料内容都有些什么呢？我看懂了，好嘞好嘞，啊，说得非常的好，台词都在心里面了。到这个份上，有没有其他同事可以就是帮我们引荐一下？对面工位是吧？哎，那个老师笑得很开心，我们去看一下，他肯定有话说。请问师傅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我是也是美术方向的老师。美工师傅，你好，你好，可以请说一下我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山豆，是机动都市阿尔法的文案策划，主要负责的是世界观和角色设计。我这边的话，大家应该熟了吧，对吧？我重新介绍一下吧。我是夏晓，然后也是我们的文案策划，然后跟山豆负责的一样，俺也一样，就是同事。好嘞，那么既然今天是周年庆啊，那想必老规矩上点福利，今天有什么福利带给我们呢？哎呀，你先别急嘛，奖励肯定是多多的哦。但是呢，按照我们以往的规矩啊，我们现在还是要回顾一下我们去年的一些数据。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机动读书阿尔法都有什么年度数据吧。好嘞，可以看一下这边，首先是机甲团队对抗赛的登场率啊，手动调一下吧。第一名是亚瑟，第二名热钢，第三名云顺，第四名飓风，第五名是火狐。那这个结果应该没有什么意外的吧？都是我们很受欢迎的机甲。是的是的。好，下一题是什么呢？机甲胜者为王赛登场率，哎，交给笑笑老师好不好？好的。啊，第一名，哎，怎么还是你呀，亚瑟？是的。第二名是我们的巡游者车车，第三名是热钢，第四名是飓风，第五名是云雀。好，下一题，驾驶员团队对抗赛的登场率，要么三豆老师来。好。第一名是龙母大叔，第二名是我们主角宁宁，第三名是乔安娜，第四名是诺比乌斯，第五名是米拉。哎，其中哪些是你们的老婆呀？诺比乌斯天下第一。好的，好。那驾驶员胜者为王赛登场率，好看一下，第一名是罗姆，第二名宁宁，第三名乔安娜，第四名雨桐，第五名是诺比乌斯。好嘞。下地最新啊，最受欢迎的机甲是不是？逃げません。啊，第一名是飓风的宝石星云，第二名是我们车车的野风流星，第三名是弗拉明哥的舵法星源。都好帅呀！啊，我喜欢舵法星源。我是你的常用机甲是吧？好，以下呢就是最受欢迎的驾驶模式。是什么呢？是莫比乌斯的夏里库明，第二名是塞雷娜的《梦之梦》，第三名是卓一的《新聘外教》。我就喜欢，我喜欢泳装，泳装赛高。哎，看来玩家们和策划们的XP是永不共睹啊。然后是最受欢迎的落地潜伏点，哎。女生是阿法 CBD， 然后是空岛地图的克里斯顿建筑北区。哎，老师们可以说一下这两个地图的一些优势吗？就为什么会上榜？首先阿法这边的话，CBD 的话，一个优势是它的地图是比较高的，
然后还有一些走道，然后包括它的就是楼上的有一些地方其实是很适合。对，使い慣れた武器ではありませんが、蹲着我就开心一下，馴染んできました。然后空岛的话，克里斯顿建筑北区，那克里斯顿这边的话，首先它是一个物资比较丰富的地区，所以落地了之后呢，玩家可以迅速的装自己。是深有感触啊。那既然你们两个人住在这里，肯定是逃不过要答题的，要答疑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场外玩家的连线环节，去帮他一个面对面的解答疑难困惑，可以吗？做好准备了吗？好，尽管问吧。可以，可以。那麻烦导播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玩家。好快啊！连上了吗？能听到这边说话吗 ？Hello， 是导播室这边吗？啊，是的，是的。既然你们诚心诚意地问了，那我就要认真地问一问了。我感觉现在你们的抽奖机制实在是太坑了，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什么说法呢？哇，他好严苛啊！是这样的，我们有打算去进行一些 SS 外观晋升的调优，大家之后可以期待一下。好，还有别的想问的吗？那肯定喽，这次不问，这次明年。肯定得抓住这次机会，那再给点机会。我们的大地图呢，一直都会有消息说要在做嘛，但是现在都好久了，也没有看到它的影子。那具体现在这个大地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什么情况呢？大地图的话，我们就不要着急啦，我们今年肯定会上一张的。然后我悄悄地透露一下啊，今年我们上的这个大地图，它是赛博朋克的风格，赛博地图，对，然后它还会有一些独特的高低差地形啊，选手们就到时候尽情期待，然后肯定会给你们带来一些独特的体验的。是的，笑笑老师是这么说的。那么还有吗？还有想问的吗？那肯定有，还有，想想，还有。好好想一想，跟大地图一起消失这么久的消息，是不是害鬼叫大招系统来着？大招。大招系统这个知道大家一直在期待，但是由于它牵连到我们所有机甲的平性，那么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体验的话，我们还是在内部进行不断的调优和测试，之后也会当它调试好的时候。哇，现在听到你们的这些话语呢，感觉安心了不少。但是呢，也该夸夸你们了 ，PVE 最近做得不错。但是在这个玩家都当做测试员的同时呢，他们收集到了很多信息和反馈。对于他们收集到的这些信息和反馈呢，相信你们也都收到了。那对于说玩家们的信息付出，你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确实收到了玩家们的提出的建议，我们也非常感谢玩家能够给我们的新模式提出这么多好的建议和意见，然后我们也对针对这些内容进行了调优，然后也进行了修复，之后呢可能也会开放给大家一些能源增幅的词条的设计，包括一些小技能的设计的共创活动，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进来。那么我还有一个最关心的问题，还有，还真不客气了。没事，这个问题吧，肯定是最后一个问题喽。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你们把我们的维达尔藏哪里去了？你藏哪去了？驾驶员们就不要着急嘛。薇拉尔小姐呢，将会在今年加入我们的机动都市大家庭里面，然后请选手们多多期待吧。那笑笑老师要说到做到呀！那肯定的，这段片都是流传出去的，有记录的，都留档了，我难道会抵赖不成？好，确定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对吧？非常感谢我们场外的这个玩家。好，那么我相信屏幕前的驾驶员们其实都非常还是关心那一句新活动的福利怎么样了。他们急。新福利这个，我们肯定是给大家准备了，好吧？肯定是给大家准备了，就看你们有没有能力过来领了，好吧？你们要是能来拿呢，我们驾包过来拿是吧？
哎，但是啊，其实呢，今天还真的有玩家要来现场提刀看你啊。嗯，还能你不要放狠话，是真的能够踩着网线过来见你。PVP 不是的。哎，有请我们导播厅把那个画面接到我们场外的玩家。哇，你没有想到他这是什么？你也没有来者不善。有些狠话呢就不能随便说。是不是没有想到？哎，能听到外面有声音了。哎，已经提刀过来了。啊，我跟你说，这么多年了，真的想想自己有没有穿衣。所以呢，我们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游戏，有请我们的 staff 把两个转盘送到现场。首先呢，可以看到我们身后有两个转盘，其中一个呢是奖励转盘，有我们的策划的配置；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倍数转盘，上面写的135倍的奖励倍数，就由我们的学员玩家来投掷吧。我们看一下，已经准备好了，每人5只飞镖，你们每投掷一次呢，直播间就可能说已经暂时的跟我们。非常感谢雪人，就听得我都感动起来了。同时，他一定也说出了我们屏幕前的一些观众的心里话，所以非常感谢你真的来到现场，对我们说那么多，和做那么多，赢取那么多。这次还有一些小礼物哦，不要还有小礼物。这个就是代表着一些玩家们的心意吧，他们对开发组有想说的。这里就由我们的山豆来读一下好了。好，那这个可以大家展示一下。哦，为什么？很漂亮的，是一些哇，可以给大家是蓝小读一下，哇，好多玩家写了好多。哇，我们的方蓝酒。画的好好啊！小弟留言说：“策划组加油咩！希望策划组能够继续努力搞 SMG。”啊，有超级多，大家看有超级多的留言，我挑一些。然后激动加油，我相信你们可以的。然后怎么还有来一份剁椒鱼头，谢谢的。哦，这太多了，都是没办法给大家念，但是我们都有看到，都有看到。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好，再次致谢我们的雪人老师，就是来到现场又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很多的蓝点，真的非常感谢。那么就期待我们下次见面了。期待我们下次再见。好的，那么下次再见喽。再见喽，拜拜。那就休息吧。好活下来了，活下来了。那么策划和玩家面对面的环节就暂时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赛事的直播，大家可以先期待一下了。送走了那么可爱的玩家，那我们的节目好像也接近尾声了，稍微有一点点的一手呢。